是丽晶。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和。因为刚才我们做的 live 比较小声，所以我再重新再做过一个 live 让你们听到比较清楚。这个就是美和，然后他本身是台湾人，然后他居住在马来西亚已经有超过十多年了的，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这里访问到美和，穿了 Arapen 的那个 Arapen 过后的见证啊。就是before美和穿你穿 Arapen 之前呐、啊，你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本身我在穿 Arapen 之前发生过30多次的车祸，所以造成严重的车祸后遗症。后来经医生诊断视为严重的纤维肌痛症，所以每天就是半夜常常会就是背部痛啊、脚痛啊，会困扰我很久，有时候会痛到哭着起来这样子。所以这十多年来，我就是陆陆续续看了很多的医生，中医、西医都有去针灸、推拿、吃药。所以严重的内固醇也造成我身材好就越来越臃肿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去年七月的时候，我已经严重到我蹲下去，我自己没有办法爬起来，好这么严重这样子。就是 OK， 就蹲下去不能爬起来。然后你是讲你吃了那个类固醇药，导致到你已经胖了整20公斤是吗？对。然后你通过穿了 Arapen 过后哦，帮助你改善的，就是有帮你瘦下来，帮你瘦了，就是你的那个腰围10公斤啊，然后臀围16公斤哦，对。在几久时间呢？一个月内。哦，真的是很好。他的见证就是在穿了 Arapen 一个月过后哦，就让他之前吃了那个导致他肥胖20公斤的，让他一个月里面就瘦下来，瘦了10公斤跟16公斤哦。然后还有就是哦，你穿了过后，你讲帮助你的脚痛啊、水肿，你可以跟大家详细讲一下。我穿了这个之后哈，两个礼拜过后就严重的就是有很大的感受，就是第一个脚痛的方面就是完全没有了。甚至我可以很自由的，就是蹲下去起来，以前是蹲下去跑不起来，需要人家扶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的腰骨痛，因为本身因为车祸的后遗症，造成我椎间盘突出，所以那有时候我跪拜的时候，那个脚啊，整个那个神经线压到，整个那个神经线那样子抽着痛啊，尤其是站久坐久哈，那个脚底筋膜炎就会再复发这样子，就发炎就很痛哦。然后你现在你水肿很严重对吗？对，有7年多了。七年多，然后你穿了 Arapen 过后，已经帮助你改善这些水肿问题是吗？消水肿，然后你的那个站久也不会讲僵痛了，就是已经有减轻了，对吗？改善非常多。然后还有你的跟你脚的之前 accident 的那个，你之前车祸然后导致你后遗症的那个腿，也是有帮助到，尤其是膝盖痛改善很多。以前是常常就是说站久的过后，我晚上大概有2-3天完全不能睡，因为痛到没有办法睡这样子，很辛苦。那现在穿了 Arapen 两个礼拜过后，到目前已经2个月了，完全没有再复发，所以这个裤子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很好嘞，真的通过 Arapen 帮助美和很多。然后你不只是因为自己帮助你改善你的健康，还有你把这个裤子分享给你的妈妈家人啊、妹妹，然后他们也是穿了有帮助到他们改善他们健康是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妹妹跟妈妈哈、before 穿之前有什么就是健康上的问题的。因为本身我妈妈就是因为运动关系而造成她的膝盖那个半月板软骨严重的就是跑位这样子。那医生有建议我妈妈必须要开刀，那我妈妈就很担心说，开刀如果顺利的话，那当然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会造成脚没有办法走路这样子，所以她拒绝开刀，可是变成要忍受那个长达半年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所以那时候我买这个裤子寄回去的时候，我妈妈不能接受，干嘛我花这个钱啊？所以还打电话骂我，然后不穿就是不穿。那碰巧那时候看我的妹妹，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跌倒，好跌了4次，所以造成她那个脚水肿，尤其是一直很影响。所以想说，我妈妈既然不穿，就不如就给我妹妹穿。就我妹妹穿了好3天之后，她的疼痛还有水肿的情形就改善的非常。夜尿的情形，因为以前他就常常半夜会夜尿，造成他睡眠品质非常的不好。那穿了之后，他很大的感受，3天后他的夜尿的情形就改善了，非常的明显。然后包括他的精神方面也很好，所以我妈妈看到他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就愿意尝试穿看看。
就当天我妈妈一穿，原本我妈妈平常因为就是说那个半月半的这个软骨痛，而造成说她常常半夜十二点多一点，她就完全没有办法睡，所以变成她的精神啊那些身体各个方面都会连带受到影响。然后我妈妈只是穿 Olopen 第一天，当天晚上就能够睡到四点多，这个就给她感受到，原来一件裤子看起来没有什么，竟然可以帮助她改变这么多。因为他这个软骨痛的这个问题已经治疗了半年多了，可是效果并不是很好，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样子，啊、然后可不穿 R P 就穿了几久，他就改善这样子的问题了啊。他当天穿他就有感受，然后现在的痛已经改善非常多了。所以真的很开心哦，就是本来妈妈需要花一笔钱去动手术，但是通过穿 Olopen， 从不相信到她想到她看到她女儿穿了，帮助她改善她脚痛问题，然后就也愿意尝试这个裤子，没有想到就是穿了短短一天就有感觉了哦，真的很替妈妈开心，就是说这个 Olopen 可以帮助到你家人哦，然后哦，你看哦，这个裤子 Olopen 真的是帮助到美和因为通过这个 Olopen 也帮助到他多年的这个健康上问题，然后从中也是买给家人，然后让爸爸妈妈跟妹妹都因为 Olopen 受惠。所以美和你可以跟大家可以建议大家好像还没穿的朋友啊，你可以建议大家一些鼓励的话啦，为什么 Olopen 对你那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健康啊。 Olopen 这件裤子真的非常好，不要小看它，只是一件裤子啊，就好像我妈妈当初当我买这件裤子给她的时候，她不相信，她说西医中医都医生都这么厉害，都没有办法医我的膝盖痛，那可能一件裤子就改变她的膝盖痛这个问题了。就她穿了之后她很后悔，她说早知道我就赶快拿来穿，我就不用痛那么久所以虽然说每个人都是还没有用产品之前每个人都会怀疑，这是正常，可是这个裤子真的非常好，我们怀孕越久我们自己就要辛苦更久，所以希望说大家不要说像我妈妈这样子穿了才来后悔，应该要赶快尝试，试了你就知道，因为这个裤子自己会讲话，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很棒，就是说所以就是大家就好像美和这样讲，就是说要趁就是你还没有到那种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就要尝试我们阿拉片，这样子你就会把你减轻这个你像我们健康上的问题，脚痛啊腰痛这些，尤其是我们身边的父母亲，因为他们毕竟老了，所以我们也不希望他一直痛那么久啊，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阿拉片那么好的裤子就是投资给自己的家人健康啊，希望就是有想要更了解 Olopen 的人可以询问我们的美和咯然后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裤子是什么，只要你自己穿了你就知道这个 Olopen 为什么那么神奇，可以帮助这么多人，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有更好的见证我们会再 update 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